准地铁酒店酒铁铁酒地铁准电地铁准电铁电地铁铁酒准电酒电铁铁从这里到我的酒店怎么走吗这里到我的我的酒我到里这从里店准地铁我们会坐地铁去酒店吗妈我们会们我会坐坐地铁去去酒铁准酒准在地铁里我们不准吃饭在地铁里我们不吃准吃饭我们不准说英语。我们的酒店在哪儿？我们的酒店，我们的酒店在哪儿？在坐不准哪儿？我们会坐地铁去酒店吗？我们不准说英语。我们不准说英语。不准。酒店。英语。地铁。坐。说。我们不准说英语。坐。英语。说。
我们不准说英语。说做我们不准说英语。我们不准说英语。我们不准说英语。做我的医生说我不准吃糖他不喜欢坐地铁。他不准。不他不喜欢坐地铁。他不喜欢不准酒店坐地铁。他不喜欢坐地铁。他不喜欢坐地铁。在地铁里，我们不准吃饭。我的医生说我不准吃糖。我的医生做。我的医生说我不准吃糖。说我的医生说我不准吃糖。我不准吃糖。地铁酒店他不喜欢坐地铁从这里到我的酒店怎么走
见车一商商见车一商站租见一见商车一见一船九见商一件九商我的朋友想要买那件衣服我朋友想想要买那买那件衣服那件你会买哪件衣服？他想买两件衣服。他想两件买两件。衣服商店在的旁边超市的旁边你会买哪件衣服你服衣衣服件会你会买他想买两件衣服商店在超市的旁边衣服旁边商店商店在超市的旁边在旁边超市
的旁边。我的朋友想要买那件衣服。这个商店的衣服贵不贵？这个商店的衣服贵不贵？衣服贵不贵？商店，这个商店的衣服贵不贵？的衣服贵不贵？我要去下午，我要下午，我要去商店这个商店的衣服贵不贵？下午我要去商店。我要。下午我要去商店。我要去商店。
写写男思字写读读字字男思写思男写字思读男男男字思写思字男写男你写错了你写错了错学习汉语男妈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不我不明你白你意的意思你写错了学习汉语难吗妈学习习学汉语难吗我不明白你意思的意思这个字你写错了。这个字。字你写错了。你写错了。你在写什么？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请问，请问这是什么意思？错，写，意思，这是，请问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写，意思，难，意思。我说错了，这个字怎么写？这个字怎么写？字，这个字怎么写？这个字，意思，写，怎么写？这个字怎么写？我不难，中文意思，觉得，中文不难。我说错了，我难。我说错了，我意思说错了。我觉得中文不难。不难，觉得，意思，不难，错，写，中文，我觉得中文不难，我觉得中文不难。这个字是什么意思？